胡老师啊，生活不能偷奸耍滑。就有些人认为自己特别聪明，我找一个听我话的，听我话呀，容易哄啊，条件可以差一点，没事儿，娶回家里好欺负，未来的日子好过呀，好伺候我呀，对吧？就在生活里面，永远一个偷奸耍滑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嘛，这就是你嘛。挺好的，带儿子走吧。离不离婚再说了，你先至少让他知道厉害啊。生孩子我还说怎么娘家那点钱拿来一家，我现在后来我琢磨过味儿来了。那3000块钱是人家爹疼闺女给，就买营养品的钱，赶紧拿去了，是吧？我一开始认为是她懒，在家里不做事儿，婆婆看不上。后来我听明白了，一家人憋着气欺负她一个人。走吧，来，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来来，请关门。来，请开门。